亲爱的蔡市长，我们各位我们的新伙伴，大家午安好。首先还是要感谢各位对于我们人事工作的投入跟协助啊，特别是我们建办的人事团队，为期一天半的一个课程，我们下午的课程就由我们全序部的法规师的蔡市长来打头阵，我们掌声来感谢蔡市长。全序部可能跟我们特别是公务人员的一些人事制度跟运作关系最密切，虽然我们直接的老板应该算长处，但事实上我们跟全序部里面的长官接触最频繁，特别感谢他们给我很多的协助。那蔡市长大概这几年我们都会请他过来澎湖一趟，因为澎湖事实上是比较麻烦啊，这个交通啊，我们感受特别深。有时候机票也难订，来了的时候机票经常延误啊。蔡市长都不辞辛劳，每年到澎湖来，针对大概过去一段时间所一些新修正的人事法令啊，帮我们做一些统合性的介绍。所以我们看到蔡市长都特别亲切。因为他跟年金改革比较有关啊，所以特别是人事法令最近几年也变动了很多嘛。我们虽然一直在根据法令推动各项人事业务，但是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掌握最新的法令的一个趋势跟内容，在人事服务的过程里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那蔡市长在法规司大概主要的人事法令都从他这边来对接，所以每一年都会特别请他跑澎湖一趟。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因为大部分对蔡市长都不陌生啦，我们现在就不占用太多时间，用热烈掌声来欢迎蔡市长。